欢迎在新的一年第一次的主日，2022年1月2日的主日崇拜中，兄弟姊妹们来到美城华人浸信会，和我们一同透过网路敬拜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宣召的经文出自诗篇34篇1至3节，诗人这样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他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请安静默祷，预备我们敬拜的心。弟兄姐妹平安，下面我们用一首新年颂主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请兄弟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感谢主，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你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
感谢主，你不以我们这些小信的罪人们为耻，在创世之初就赐下救赎的恩典，使一切信你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教导我们可以不以你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因为你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主要教导我们因着律法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可以来在十字架面前认识基督，使人可以不因着律法受审判，倒因着耶稣领受恩典。我们今天既借着基督的宝血得与神和好，也教导我们记着他与神为乐。今天在我们周围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求主教我们学会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我们得以坚忍，不至于疲惫灰心。求主教导我们学会感恩，照神所喜乐的，用敬虔的心侍奉神。求主教导我们学会彼此之间常存兄弟相爱之心，互相帮补守望，在主内过敬虔的生活。求主教导我们在真道上生根建造，不至于被世上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求主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又记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心里行你所喜悦的事。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求主教会我们在主里成为一体，也特别的看顾怜悯我们众人。求主看顾教会各样的需求，给众人以带领，在灵里有挣扎有寻求的，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灵，身体上有软弱的，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求主看顾在疫情当中受到冲击的兄弟姊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也求主看顾今天在堂里侍奉的兄弟姊妹，特别的保守与纪念这些在你座前尽心服侍的领诗的、司琴的、伴奏的、音响施工的众人。林博士今天的讲道，求主的圣灵与他同在，使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我们以上祷告中不尽完全的，都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替我们一一完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一祈求，都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大家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愿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语。感谢神，今天有林荣宏博士在我们中间正道。林博士正道的题目是《八福与灵命成长》上，相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把时间交给林博士。
今天很高兴是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礼拜，我们能够在网上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上帝，这个真是神的恩典。首先恭祝大家弟兄姐妹与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主的恩典与大家同在。去年我们感谢主有机会在线上跟大家讨论耶稣基督的生平。今年呢，我就跟大家继续来研究耶稣基督他的言论。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看耶稣基督的这个当山宝训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教训。这个题目是霸福与灵命成长。霸福与灵命成长，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会分开两次跟大家来讨论的。今天是讨论前四福，下个月跟大家讨论后四福。我们看见呢，霸福与登山宝训有密切的这个关系。论霸福是登山宝训的序言。我们先看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我们知道呢，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呢，领受神的这个十诫，很重要的关于宗教跟道德的一切的原则，只是以色列人怎样来生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第一节，耶稣基督他也上山，宣讲当山宝训，直到一群跟随他的人，特别是他的门徒，怎样在灵命上得到长进。第二节就讲到呢，门徒，第一节就讲到呢，门徒到他跟前来。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他的选民说话，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说话。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把耶稣基督多次的言论收集起来，加上编排的工作，写成登山宝训，非常宝贵的一段的教训，把主耶稣的教训宣告天下。这个是基督徒对今天后现代的世界一个重要的宣告。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栽培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在这里呢，登山宝训，很清楚的这个讲出基督徒的信仰跟道德的一个宣告，是个蓝本。其中论霸福呢，是这个序言的。福啊，或者是 blessing 的意思，就是称赞、悦纳的意思。我们去栽培八种呢属灵的美的生命的植树，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嘉许的。每一种的美德都带来一种福分，是上帝乐意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也是等待我们呢去博取的。我们愿意不愿意呢？这个就是当山宝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了。追求幸福是我们人生基本的这个目标，这个是对的。但是幸福我们看见呢，好像很抽象的事情嘛。怎样才是幸福呢？不同的人呢，对这种的这个态度都不一样的。有些人他们认为财富可以带来幸福，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些人就以为名誉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盼望名成利就，只有得到名气就有幸福了。
有一些人他们很讲究地位，地位怎样力争上游啊啊，得到很高的地位。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喜欢权势，权势啊，为了得到这个目的呢，他们不择手段啊，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很啊，以为爱情是至上的，爱情就等于幸福，甚至呢以色情为乐。我们基督徒也有权利追求幸福的人生吗？但是我们明白这个也是我们应当有的这种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的目的。我们并不是一群整天都是赖床面孔啊，没有喜乐的人，我们不是。但是值得我们所提的呢，都是我们追求幸福的途径与别人与世上的人不一样。而且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呢，一开始就跟我们提到有八种幸福的这个原则，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登山宝训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的一个宣言，是信仰道德的一个蓝本。以论八福呢，是登山宝训的这个序言。让我们翻开两次呢，两次的聚会，跟大家一同来研究这个很宝贵的这个信息。首先我们看看呢，在这个第三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提到第一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是呢他所提到的第一种的这个得到幸福的这个途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心灵贫乏，心灵贫乏。贫乏在旧约的里面呢，常常是指到物质生活有困难。当就业的时候的人，他们在贫穷无助的时候，他们就向上帝呢祷告，恳求上帝这个施恩怜悯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的疾病，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对贫穷他都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人呢。一生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呢，他真是一生都是好像过一个非常贫穷的生活。他出生刚刚我们呢经过圣诞节呢，是在借过来的一个马槽的里面。他是要纳税的时候他也没有钱了。他告诉门徒从鱼的口中取钱来交税。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行刑的这个十字架也是借过来的。他被埋葬的时候，他的坟墓也是借过来的坟墓。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人生好像与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很多人都是呢，你可以说靠借为生的，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啊。难怪我们的主他有一次他说，地上的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主他本来是非常富足的，但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了贫穷的人，以致我们的贫穷可以变为富足。然而圣经并没有鼓励我们做贫穷的人嘛。贫穷本身并不是一个美德，绝对不是。耶稣在这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不是指到物质方面的事情，乃是针对心灵的事情。一个心灵贫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当人贫乏的时候，他就会向上帝
打开他的内心的世界，对神完全依靠，心里面有一种对神一种的渴慕，盼望他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心里面对神有一种的饥饿，盼望得到灵粮的充饥，耶稣就是生命之粮。心里面对神有一种的饥渴，要得到活水，而主耶稣就是活水之源呢。心里面有一种的真空，盼望上帝能够来填满我们的内心。所以心里面的一种容量盼望能够满载上帝的生命。虚心是一种容神之量，当人感觉到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无助无望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感觉到需要完全破碎的，他就需要到神的面前恳求上帝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属灵的自觉呢是非常重要的，自觉这个心灵贫乏，自觉这个亏欠上帝，作为呢寻求他。好像主所讲的话，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当人自知道山穷水尽的时候呢，他就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上帝彰显他的大能，为他开路。古时代呢，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初期教会他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上帝为了自己呢创造了我们，我们如果是要找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必须要回到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的里面呢。物质的生活跟供应永远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这个属灵上这个需要的，只有属灵的上位的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心灵的这个渴慕的。因此呢，我们的主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意义呢有不同的这个层次，简单来说，天国就是上帝所管制，上帝所掌权的地方。虚心的人，他的内心能够被神掌管，不再是自我中心，乃是过着一个以神为主的人生，那么天国就在他们的心的里面了。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乐意接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神在我们的人生居首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就得到主的引导，在地上过着天国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享受永恒的实质。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因为呢，上帝的旨意能够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成就了。这个是第一个的祝福。那我们看看第二个，耶稣讲的在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到安慰。世界上的人为了很多的事情感到哀痛的，失去工作了，生意失利了，学业失败，家庭破裂，生老病死，有伴亲离，国破家亡，天灾人祸，这一切的事情都使我们感觉到哀痛。不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哀痛呢，有不同的意思了，特别是指到基督徒为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光景而感觉到悲哀了，这个就是哀痛的意思。新约旧约圣经的里面都有很多的例子呢，我们看见很多的
这个作者，他讲到他们爱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都认识旧约的时候很出名的一个先知以赛亚，当他在圣殿的里面朝拜上帝的时候呢，殿里面充满是烟云，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发言人，以赛亚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感觉到呢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于是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上帝。”这个就是以赛亚的哀痛。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认识的保罗先生，他也有这种哀痛的这个表现。在信主之前呢，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很熟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教训的。由于他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这个法利赛人，但是他感觉到呢，他做不来了，他不想。就是呢，去这个按照这个传统一套，他发觉到呢，他的内心有很多的问题，情欲跟灵命之争解决不来的这个痛苦，他感觉到一直来，他就感觉到这个生命不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地步，他非常感慨地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种取死的身体呢？虽然我们的情况与保罗不一样，但是灵欲相争的经历是我们共有的。我们信主会有一段的时候，或者信主的多年，我们还是个老样子，不长进，不热心，不追求，我们正感觉到很痛苦嘛。谁能救我们脱离这种罪恶的光景呢？灵命成长第一步，我们了解，就是对付我们的罪恶。我们明白，我们从小到今天，真是有可能每一天都犯罪的，心所想的，口所讲的，都是与罪恶有关系的。天天我们好像都为了个人的这个罪恶来哀痛。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他自己了。这个老我总是呢死不去。耶稣他曾经这样讲，我们做他的门徒是要天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句话怎样解释呢？当然十字架的意思是很广阔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去死。天天背负了十字架，这是代表我们天天去死。怎样死啊？向罪而死吗？基督徒我们常常犯了一些毛病，就是呢，向罪死的不干净，死的不彻底，不完全，常常走回头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把很多罪恶的这个习惯清除，经常留在犯罪的环境当中。我们正是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向罪死，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哀痛的人必定得到主的安慰，得到主的祝福的。我们有没有为了自己放下的罪来哭泣呢？看见自己还是仍然故我，我们有没有哀痛呢？求主抹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能够得到主的安慰。一果伤心痛悔的心灵，主不轻看的，雅香的芦苇啊，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
他也不睡眠的，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个应许了。第三种的祝福在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便能够承受地土啊。我们知道在希腊的文学当中呢，亚里士多德那个很有名的几个哲学家，他对温柔啊这个解释很有趣的。他说温柔好像在两极的中间，不过分的动怒，也是呢，明白自己的光景，也没有怒气啊，所以在这两极中间啊，就是呢，他说就是中庸的之道，就是温柔了啊，在两极中间。当然，我们明白圣经对温柔的解释跟希腊的文学不一样的。温柔与软弱、怕事、胆小啊的性格不一样的。温柔的人呢，对上帝完全顺服、完全依靠，他对自己也有高度的这个节制，无论在思想上、在情感上、言语上、行为上，他都有自律。自律，这里所强调的呢，就是这个基督徒他先对上帝温柔，然后他对自己、对别人温柔。温柔是一种生命的指数。温柔的人面对不同的情况，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无论是快乐或者是愁苦，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不能够懂得怎样做出适当的这个回应。这样的人，他对自己、对别人、对事物都有正确的评估啊，看事情看合乎中道，他有明白自己的立场，清楚的做事的原则，他也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做适当的事情，懂得怎样来处人处事。这个是一种的修养啊，一种生命的情操，很宝贵的。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温柔的人，大家都晓得，这个都是旧约的最伟大的一个先生摩西嘛。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话，这句话当然不是摩西自己写的嘛，乃是后来的人记录他的生平的时候啊写进去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写出摩西的温柔的这个性格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受到他的姐姐这个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的批判，他们两位呢，对摩西产生嫉妒啊，很可惜，他们不满意摩西能够与上帝耶和华谈话，好像朋友对话交谈一样，而且他们自己呢，虽然同样是民族的这个至高的领袖嘛，但是却不能够享受这种的福分，所以他们。有一种的这个嫉妒，嫉妒带来罪恶，于是他们呢就借着摩西的妻子呢批评他。以上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的这句话这个背景了。摩西怎样来回应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对他的批评呢？他能够坦然的接受与他的同辈，或者是正确一点呢，他就是对他的这个哥哥，对他的这个姐姐的批评呢，他不做出任何的反驳，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这种高尚的情操啊，是非常难得的。面对别人的这个批评，他能够有一种谦和的这种的态度，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跑到这个迦南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一种的使命。这个领袖必须要具备温柔的这个特质，在他的生命当中，摩西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了。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神所应许的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的地方。那么我们问摩西的温柔是如何栽培出来的呢？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读到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当他是40岁的时候呢，摩西他孔武有力啊，他徒手啊杀死一个埃及人了，所以他就是要跑离埃及了。他离开埃及，跑到旷野去这个躲避。如此强暴的性格呢，上帝用不着。因此神花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去这个陶造摩西嘛，不简单。在旷野40年的日子呢，他受到风吹雨打，整天他所做的都是牧羊的工作，听见的都是羊牛所发出的声音，他的性情变得非常温柔。经过40年，终于大器晚成了，80岁的摩西被上帝提拔起来，差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了。虚心的人有容神之量，温柔的人有容人之量。我们看见这个不简单的性格的栽培，这个人他的胸怀狭透光明利落的，是个基督徒的君子。这样的人能够承受地土，因为上帝供应他们的需要，使他今生生活得到满足，在未来的日子上帝还赐给他永恒的这个赏赐。温柔的人是蒙神祝福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朋友都能够做这个温柔的人，懂得怎样接纳他人，也懂得怎样接纳自己。来到第四幅了，在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呢，他必定得到满足了，得到饱足。能够饥渴慕义是一个祝福，因为这个是一种属灵的美德，能够栽培这种的美德，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比如说应当追求的这个方向。今天世界上的人，特别是在后现代的人，他们有多样的事情感觉到饥渴，好像金钱、名利的、地位的、权力的、爱情等等等等。然而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是一样，义是我们渴慕的对象。我们问什么是义呢？ Righteousness。 在宗教方面呢，我们知道义这是指人与神得到和好，用英文来说，这个人是 right with God， 神能够接纳他，上帝看他是正直的，看他是对的，我们得到神称义。这个是在宗教方面。在道德方面呢，义的意思，这是他的品德，他的行为合乎圣经的原则，合乎圣经的原则。他追求圣洁的生活，很难得。在社会方面呢，这个义，这是指到伸张公平正义，做盐做光做见证。追求义是一种的祝福，就是他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对的一个人，他必定得到神的嘉许、神的保佑，他的人生得到满足了。我们需要渴慕这个义，
这个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明白，今天基督教的教会在这个社会上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和见证的力量了，很少人可以站起来呢有效的讲公平正义的事情。我们就是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不单单是我们华人教会，也是本地的教会，有一些的领袖能够出来讲这个正义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对今天社会的见证，让我们大家都追求活出圣洁的人生，在能力所及的范围的里面勇敢站起来批判舆论，指出社会的罪恶，做社会的良心，做盐做光的见证。这个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盼望的。克木义是主的祝福，这样的人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他一生追求过一个上帝看为是正直的圣母，尽力蒙神悦纳的人生。上帝成为他的满足，而他的满足也不在上帝以外的。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的。人生至高无上的幸福，就是能够认识上帝，享受上帝。他愿意放弃一切上帝以外的东西。在操练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放弃都是活着的途径了。来到结论，在明天的日子，在今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正式寻求真正幸福的人生，做一个心灵贫乏的人，做一个畏罪能够哀痛的人，做一个待人处事温柔的人，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样的话，我们的天路的历程一定得到神的祝福，一定有美好的成绩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平安，下面我们用一首《新年颂主》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Oh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到 MCBC 教会网站的奉献连接进行奉献，或者通过电子转账。第一次使用电子转账的兄弟姊妹可以按以下的连接进行注册，或者以邮寄的方式将你的奉献邮寄到教会，教会会安排专人来收取奉献。也可以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会直接进入教会的奉献网页。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感谢主，你曾创造万有，天上地上的一切都归你所有。感谢主，你曾舍去一切，亲身为我们献上了最重的赎价。感谢主，你救了我们，还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器皿可以与主同工同享荣耀。感谢主赐我们日常众人的丰富，使众人在今生一无所缺。今天众人从我们所得中拿出一些，心甘情愿地放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洁净，用在你的事工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接下来是家事报告。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主日学部有从圣经看生死学的主日学，Zoom ID 是85461557191。周二晚上8点到9点有两个主日学，一个是慕道班，还有一个是认识摩西五经。教室的 ID 在屏幕上显示。周三晚上7点半是教会立场的祷告会，有心智有负担的兄弟姊妹请前往为教会代祷。2021年度的奉献结算截止日期已经过，如果你的地址有更改，请和财务部联系。从12月25日到2022年的1月1日，全教会的圣诞读经接力已经完成，感谢神。教会的诗班将招募新的诗班员，必须是已受洗者，请愿意参加诗班的人与马强弟兄联系。教会的差传部诚邀大家同心合意为宣教士和我们的教会一起祷告，日期是每个星期六的早上8点到8点半， Zoom ID 在屏幕上显示。崇拜后请执事部长、组长、 AV 同工、敬拜团队到温安的教室一同商量新年我们国语堂的侍奉的事项。请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之后请邱传道做结束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愿你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就如灵魂兴盛一样。这一年将会是我们生命更新成长的一年，这一年也会是我们教会复兴茁壮的一年。谢谢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